像是哎，所以我们今天刚好让小朋友可以开心的玩耍，然后顺便祝妈妈还有 Mini Q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a hard time right now. Good morning， 又是崭新的一天。今天是苏珊还有 Mini Q 的生日。下午呢，我们会一起去参加 Mini Q 的生日派对。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也是第一次举办他人生第一个生日派对。那今天呢，爸爸又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苏珊庆祝他一下他的30好几的生日。然后去年呢，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就是我有送他一束钱花。现在年纪到了，就是比较务实一点点。去年送他那朵花呢，他觉得非常的开心。但去年已经树立了这样的标准，今年头就很痛哇。所以今年呢，决定又再找小可帮助一下，问他没有什么样的创意的想法，他帮我做一个很厉害的，待会下午再跟大家分享。Good morning， 又是崭新的一天，今天是 Mini Q 的生日，还有。苏妈妈生日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你刚刚 QQ 有讲几岁，你也要讲啊？34。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讲年龄？已经过了苏珊珊33的机会了。对啊，可是我讲两年讲完了。下一次就是66了。就下次再讲的时候。66还要等一阵子哎。好了，我们今天来参加 Mini Q 的生日派对，这也是他第一次办生日派对哦。然后去年一岁刚好适逢疫情，然后他们这次办的这一家也是我们以前就很想要帮小朋友办的，真的，可惜以前预算有限，对，因为这家真的不便宜，但是因为它环境很好，所以那时候就很心动，就很想要带他们来一下。因为我们不是住这区啦，所以也没有特别来这边玩过。它算是一个亲子餐厅，所以我们今天刚好让小朋友可以开心的玩耍，然后顺便祝妈妈还有 Mini Q 生日快乐。对，我就开心的去吃饭。那我们今年送 QQ 什么生日礼物？Bixby 的，因为 QQ 之前好像就一直很想要玩，维林跟周月很想要带他去上课，但之前太小了，想说刚好两岁刚刚好，之后可以开始驰骋沙场，三兄弟一起去比赛，跟 Mini Q 一起去拿奖杯，好吧？可是我每次还是会超过他们俩。好，那你要加油哦。那我们这次你看选这个颜色很酷，对不对？我们特别搭配这个他喜欢的绿色，对 ，Mini Q 今天也会穿绿色，好，走吧。拜拜！今天太漂亮了吧？哎呀，正装出席，第三个干妈孙两岁，好快啊！对啊，他们下次就是双胞胎了。希望这样子。我们交换礼物玩。哦。交换礼物，我是有心交换礼物。对。来参加还有礼物拿，真的太好了吗？因为我觉得你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我们要。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什么都不缺，但你缺胶原蛋白。开始，懂意思了吧？他的暗示明显了吧？真的很会说话，我很会聊天。知道你缺什么了吧？会聊天，这个我就补一次，这句话要不就要交给 Peter。不穿了啦，开始抓头，好痒。那我知道之后可以怎么处理的。童心未泯，生日礼物，人家花钱，然后帮我借花献佛一下。I know that you feel all alone in this world, but you have to put your 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for you.我已经帮我准备好要给苏珊的生日惊喜了，而且我们放在一个很 perfect 的地方，绝对不会被他发现。你看这边就已经有店家准备好的那种布置的花，这个就是我今年要送给苏珊的生日礼物。你知道我最近年纪到了，所以都比较务实一点。去年送他那个钱花，今年呢想说，如果把那个花100块变1000块，好像又没有什么创意，所以小柯就跟我推荐说，他们有在做这个钱的蛋糕。希望他会喜欢，因为用1000块，然后想说就用蓝色的去花去做搭配，感觉超赞。然后这一次他们帮我搭配的是永生花，所以这个可以放5年。我一颗蛋糕，我每一年都要用这颗蛋糕庆生，之后几年应该都不用再买了。第一次来吗？是这样，我们下次能再玩。这个特色的旋转木马。
这一次呢，他们是包场，所以就有用了一些板凳在这边可以吃。跟我在就是人家看部落客介绍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想象上面有点落差，就不太一样。它是一个二楼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大空间，因为原本我看到就是可能人家介绍就分了好几区，就是有后面有那个电视就是互动区啊，然后这边有旋转木马，然后再过来呢。这边还有一区也是投影可以做互动的，它还有做一个很有特色的是让小朋友玩那个隧道，所以就会让小朋友有想象力，可以在里面跑来跑去。这边还有一个小小朋友的玩乐空间，可以在这边玩耍，然后还有一些小玩具。刚才迷你哭庆生完了，现在换我们给妈妈惊喜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弟弟，你看这个，这是什么？我们要，对，我们要怎么样给妈妈？让妈妈捂眼睛过来，还是说你抱这个过去给她？你抱得动吗？抱得动。好，我试试看哦。然后唱歌，等下拿好，小心拿下面。小心。啊，可是我刚刚有在唱啊。好，再一次，再。好，给妈妈的。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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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务实一点，不要送礼物了。今年是100块的活，今年是1000块了。哇，这里面有几张啊？8万大哎，8万八哦，没有，62500块。怎么会有500块？去年是100块嘛，对。然后今年升级成1000，可是好像没有创意。还有2000块的哦，好像有点成本有点厚。下次是信用卡，信用卡也可以。因为送他这样，他就不会把钱乱花了。哦，粘住了，我会摆在那里一年。去年那一朵可以拆掉了，对不对？你应该也舍不得拆，所以这是我的小心机，这是一个变相的存钱方式。Peter 送的礼物很特别，可以吧？我们年纪到了，要务实一点嘛。这边8万8。八万八，就是吉祥的数字啊！是这么好？对啊，明年我生日，孙总，我生日你可以88。哦 ，OK OK 啊，好，谢谢哦。我抽到了。我们要成功给妈妈 surprise 吗？你吓到我了！我认真有吓到，喜欢今年的生日礼物吗？好喜欢。你看到我的嘴角都裂到这边来。你看得住我的小心机吗？怎么了吗？你去年的花那个100块，到现在都还没有花。是。今年就算是给你再多钱，你应该也不会花吧？我不会花。但是我已经打算，就是一年之后我要把那朵花拆掉，因为那个真的不能放。哦。它可以放一年的主，但是你不能放永久的主。所以我可能今年就会摆那个生日蛋糕在那里。去年的就对了。对。把去年的花拆掉。对，因为是去年的祝福，我要换成今年的祝福。新的祝福。对。但是卡片可以。生日快乐！谢谢。因为今年就想说啊，怎么办？去年已经是花了，然后100块，然后想啊，不然就1000块好了，简单。结果刚好小哥给我一个创意，好赞哦！我开始期待明年哦。哎，好可怕，压力好大。蓝色用过了，粉红色用过了哦。不要忘记那朵花可以放5年，那个蛋糕，所以我明年就会把它拿出来再生日快乐一次。是这样，我以为我会收集到5颗，比较难。谢谢，生日快乐！好了，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哦。下个影片见啦，拜拜。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啊！我要28万8，28万8哦，3层、4层、6层，六吧，应该5层。他是说你可以做一半，一半的话就6万块就可以了。
然后你做全部的话就是你不是那么小气，没有，这都是他们花不掉，所以就变相存钱。你不是那种，我相信你的，你的发现是最贴心的。然后就马上做一个反差梗，这样。对啊，28万保了。我就是这种人，我不会送，不为所动。我一直想你也不为所动。不，我就是这种人，你看错我的身段。28万8。不，我就是这种小气的人。28万8，我真的没办法。真的，28万8。